哪里？哪里？小鸟嘞？给、啊，对，我、哦、给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画面一开始，我们今天的直播画面一开始呢，就给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充满活力的林烧酒总裁，退休总裁林烧酒先生、哦、然后呢，再来就是我们的今天呢主场啊、哦，因为只要是要来草地玩球呢，就是我们林金多的主场啊、那至于他的那个酒酒那个不孝子大大呢，还在远方在那边打卡啊、哦。好、哦，那今天是假日哦，所以我们依照惯例呢，还是带他们来草地玩个球啊啊，所以。本来没有打算要用直播，本来想说用录影的，但是呢，想说在这个时刻，应该就是要让大家也就同步参与的那种感觉呢，感觉会比较热闹一点。好，所以多多一下呢，看一下路啊，要不要不看路嘞？哦哦，好，我们先把我们林金多处理掉啊，等一下大大九九呢就会过来了，他们两个父子档，加罗卡班呐，然后他们现在其实基本上。都已经同步了，你看多多真的不看路了、哦、你手上有球呢，他就只看着那一个球了，哈哈，有球了啊！等一下，多多，准备了哦，准备了哦，啊，准备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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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准备去吧！用哦，来，哦，其实现在蛮热的。我发现我好像有点太早带他们出来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打打咬，慢慢咬，慢慢咬，哦、多多的球瘾在发作了。我发现我有点太早带他们出来了，因为那个现在还是有点热，去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大大跟九九在后面这边，啊，他们走路有够慢的啦，啊。哦、还是我们运动员多多、哦、比较充满朝气哦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放开放开放开啦、哎、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颗球生前的样子、哦、现在目前还没有奶泡，非常的干净，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呢还有啾啾的声音，哦，没有了，已经没有了，现在都是口水的噗噗声，好，去吧。哦，这天气真的很热，但是因为中午太热了，所以我没有带他们出来散步。那我本来想说等再傍晚一点，大概四五点那边再带他们出来散步。但是我发现呢，多多已经受不了了。受不了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多多体内的运动魂啊，他的运动细胞呢，已经受不了，他想要出来运动了。所以刚刚多多一直在店里面撸啊，就撸说要出来散步的意思，因为他想要玩球。所以你看，现在多多非常的把握时机哦，可以玩球，可以，我还没丢啊，去吧。哦，我们看那狗啊，遐厉害，耍球的啊，来，大大，好，好，给我给，大大跟九九不知道在后面那边干嘛呢？等等，好，再丢一次哈，大大，去吧。好，先把多多支开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大跟九九在干嘛。哎呀，这两只不要惊了，看，他们两只在远方呢，非常安逸的。那老灰啊狼嘞，哦，完全跟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多多在玩球的那个画面是完全不同的。哦，你看他九九又九九，啊 ，Q 杠一啊。啊，就是这样子哦。你看，我们九九总裁就是舒服哦，默默的在远方就给我滚起来了，我的 cake 也啊，啊，九九过来，我看一下大大在干嘛。多多你还咬着球哦，哦，多多真的很爱球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画面怎么缩小？好，好，收回来，来，来，大家过来，给小鸟，小鸟要。小鸟来，给，给来，给来，给来，过来，好了，来来来来，别来弄来，等一下啊、哦，准备，去吧。啊，导弹，你不会去运动一下吗？你改看你的腰，已经快跟你爸一样了嘞。啊，导弹，你有听人讲的不？去运动一下啊、哦、啊，好了，算了啦，这个也算运动了哦。啊，最近啊，我今天，他爱草地就是这样子哦。就是来老杨来啊，等一下我把多多支开去吧，来老杨来来进来来
哦，你刚才在远方滚滚哦，哦，你看你怕，你看你怕，到底父子会不会同步呢？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期待的一个画面。哎呦哎呦，有了，九九才刚要躺下去而已，看到大大爬起来，到底会不会再同步？去吧，哎，你也可以一起滚一下，看。哇，他们两个真的越来越像哎，九九不要在大大脸尿尿。只有你看，这个就是两个世界哈、哦。这一边呢，就是非常堕落的区域，然后只有这一边是非常青春阳光的。来，球球球给我，我有。来，林芳林大大，林芳林大大哈、哦。去了、欸。没有人要捡球哎、欸，大大球丢过去了。欸、大大看到北气。大大你的舌头歪掉了，靓仔。白痴啊！来，脚脚滚滚嘞，变脚去滚滚。好，哦，安怎？来滚滚，变滚滚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哦，爽哦，哦，脚脚，哦，脚爽哦，哦，舒服哦，哦哦哦哦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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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下，下来，等一下啦，大大的球还我了，球还我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大大，你球还还我啊！好，来，我再丢一次哦。啊，来哦，一二，去吧。啊，滚滚键，不要跟他一起滚，不要跟他一起滚键，大大滚，滚！哦呦，哦呦，我的天呐，有够堕落的！啊，父子一起滚啊，非常堕落的画面啊！好，来来来，有豆豆，豆来，球还我，球还我。好，来哦，再一次哦，好，去吧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你两个不要不要在一起滚？再滚一下好不好？哎呦喂，那要起来。嗯、啊，你看他们两个就你不动我不动，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动力。跟多多是完全不同，不要在我鸡鸡这边咬。下面啊，弄脆弄。好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去吧。哦，好，大概这一次玩完呢，我要带他们回去。我就发现好热哦。哦，你看他们多多不要讲了、啊、哦。你看这两个没有在动的呢，流了满地的口水。哦，对他们来讲呢，太热了。啊、哦，所以好了好了，多多，好了，石头还我，啊，球球还我，球还我啦。好，好了，没有要玩了，回家回家后、哦、小洛啊，啊，这个时间带他们出来真的太热了。啊、哦，这是现在应该三十几度吧。我这最近的天气真的有够热、啊、我都晒到都红了、啊、所以呢不想让三宝他们在这么热的气温下暴露太久、啊、所以、啊、决定带他们回家吹冷气喝水。OK 好了，那大概就这样了，我们今天的、简单的在草地上奔跑玩球的直播呢到这边告一段落、啊、明天要上班了哦，好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拜拜。